妈姐，有看到我妈回来了吗？没有啊，你们没找着吗？还没找到你妈。是不是你把我妈藏起来了？我干不出这种事。她不见了，我找她找了半天，都没有找到她。真的不是你把她带走了吗？小萌，真不是阿言。那我妈能去哪儿啊？她能去哪儿啊？都怪你，都怪你，一定是你把我妈藏起来，对不对？冷静点，你把我妈还给我。她走丢多久了？下午走丢的，我们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。再去找找看吧。要是还想找到你妈，就别傻站在那里了。怎么样，你们要找到我妈吗？这么找下去比大海捞针还难。小萌，叶思荣之前还经常去什么地方？还有哪里没有找过的？我妈平时散步的地方和可能会去的地方全都找过了，没有人说见过她。叶思荣是失忆，并不是智力丧失，所以她不会漫无目的的乱走。她现在记忆都是片段式的，很有可能忽然想到个什么地方，所以就去了那里。那怎么办啊？可是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呀。我妈她该不会是被绑架了吧？我们她到底能去哪儿啊？你冷静一点，听我说，除了最近去过的地方，还有什么叶思荣之前熟悉的地方？你好好想一想。叶思荣她之前住在哪里？我妈她之前住在姥姥家，可是那儿已经拆迁了。可是她不知道，会不会她以为家还在那里？花姐说过，我妈妈之前一直吵着要回家。一个人最难以忘记的就是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虽然叶阿姨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是家还会出现在她的潜意识里。嗯，那我们赶快去那边找找吧。全都是新建的居民楼，我根本就找不到原来我们家的位置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进去看看。小光，你先在这等着，一旦有叶思荣的消息，马上给我们打电话。好，尹哥。妈，妈，叶阿姨。叶阿姨，小萌，叶阿姨在这儿。妈，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我找了你一整天。妈，走开，别碰我，别过来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快去吧。妈，你忘记我了吗？我是小萌啊。怎么办？他又不认得我是谁了。叶阿姨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是阿言。阿言。
衍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先回家再说吧。叶阿姨，她是小萌啊。不是她。你不认得她了吗？不是，小萌才只有十岁，她不是小萌，她不是。妈，你看清楚，我真的是小萌。你是我的小萌吗？嗯，妈，走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家，我的家不在这儿吗？妈，你又忘了，你很久很久以前就不住在这儿了。那我住哪里啊？啊，这个等我以后再告诉你。我们现在先回家，好不好？阿衍，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家吗？走吧，回家。阿衍，想说谢谢就不必了。对不起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不会那么快找到我妈妈，更不敢想象可能会发生的意外。我只是不能让她从我的视线里消失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我妈妈连我都没有认出来，却把你认出来了。也许是因为他心里有愧疚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相信我妈绝对不会是凶手。不管他是不是凶手，小萌，我们都回不到过去了。我知道你所有的隐忍和细腻，都因为你心中还抱有一丝幻想。如果他不是凶手，我更不能原谅我对你所做的一切。所以你心里对我那道爱情的开关，最好永远都不要再打开了。
阿衍，没事了。妈，你走开，不要碰我。躺下休息吧。啊，妈，躺下吧。好好看着他们，下次未必这么幸运了。小梦，我们都回不到过去了。如果他是凶手，我这一生都没有办法原谅。如果他不是凶手，更不能原谅我对你所做的一切，所以你心里对我那道爱情的开关，最好永远都不要再打开了。来，喝粥啊。小萌，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。妈，你要是觉得漂亮，我以后天天穿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嗯。妈，你今天一定要乖乖地待在家里，可不能像昨天那样再乱跑出去了，要不然我会担心你的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再出去了，我在家呀等你回来。小萌啊，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，你好长时间没这么打扮了。我今天约了面试。啊，你要去找工作啊？啊，我不能一直在家这么窝着吧，我总是得要出去工作的。你放心，现在开始我叶医生我一刻都不会离开，不会再发生那种事了啊，放心。嗯，去吧。妈，那你好好在家待着，我出去了，然后晚点回来陪你。嗯，花姐，今天就拜托你了。好，我走了。嗯。阿衍，快来吃早饭。阿衍，快去吃早饭，早饭很重要的，对身体很有好处的。来来来，快来，来呀，来，早饭是一定要吃的哦。来，快点，来，坐下坐下，来，来，我来帮你盛点粥啊。来，哎呦，我来我来。好了好了，看看，这都是你爱吃的。油条酱菜，哎，这么多。你怎么了？愣什么呀？看看这粥合不合你口味。嗯，好吃。